通知到各位，你的志向到底是要而后要读大学要读哪一类子。好，我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，这是大概大学里面所要读的化学，普通化学、有机化学、生物化学、物理化学、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，那其他的话几乎都是选修的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必修课。好，如果说是化学系，通通要学，通通要学。如果说你是读理学院，什么叫理学院呢？数学、物理，这种是理学院，或者说，像政大的心理系是理学院，那这些理学院要读的东西，就是理化，理科没有了，工学院，我们要把它分开来，一个是一般的工学院，一个是化工系。化工系的话，普化、有机、分析这三科是有。如果说是一般的工学院，好比说电机系呀、其他的一些工学院，那只要读普化，只有普化。农学院这就比较杂，原则上农学院是一定要读普化，而且是要读有机化学。有一些农学院，好比说你真的是读农的，好比说宜兰大学，宜兰大学他们什么时候最强呢？农学院最强，因为它本来是农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要申报。那农学院呢，有时候要分析，好比说生物系就是读普化和有机。医学院，对不起，可多了，无机他们不读。所以既然因为高中的化学在这边是选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既然四位，还有那另外一位，因为四位既然选了这化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意思说你准备读这个，是不是准备读这个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那我就不知道各位读化学。我也不知道干嘛读化学。大学要考，如果说你是考文史法商的话，原则上你的自然几乎到了文史法商，人家是不看。是没错，但是总级分。那除非说你真的是要考台大，法律系，那摆明的就是没有72级分你就不要来了。所以当你碰到理工农医的时候，普化是一定要读的。那普化是读什么呢？就是读这一段，就是读这一段，只是不过它是英文而已，如此而已。那这个也是把它翻译过来。那化学系读的普化跟这边所读的普化不一样。化学系所读的普化，在美制体系来讲是大学普通化学，这边所读的普化是学院普通化学，就是 college chemistry。 化学系读的普化是 university。
university chemistry 不一样，程度不一样，因为程度不一样，所以厚度不一样。我们的普化书是这么厚，其他工学院、理学院、农学院、医学院读的普化这么厚，啊，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。所以，先给各位一个认知，就是说，万一你真有朝一日要去碰理工农医的时候，你会碰到这些事情。那如果说你说我志不在此哈，我就是文史法中的料，那你这边选修完化学，听完故事以后，学测一完，原则上化学就跟你永远没有关系，了解这意思吗？嗯，好。所以，当你要走文史法商的时候，你只要读基础化学就好，因为高三的部分是不列入学测里面的，这一点大家都有共同认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学各系最讨厌的一个系就是化学系。因为任何的什么微积分啊，什么英文、国文啊这些，他们都没有特别的一个系，大学的微积分不一定是数学系老师来教嘛，但是呢，大学的化学、普通化学绝对是化学系的老师来教，化学系老师绝对不会把这个放给他们其他老师来教。所以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光是一个普通化学就搞了焦头烂额。好，请你们回去看氢键跟那个极性，原则上我认为各位都看了。我们今天讲几个东西，第一个是溶解度，第二个是浓度，浓度里面分重量百分比 ppm，然后体积百分比，然后体积摩尔浓度跟当量摩尔浓度。当量摩尔浓度不是在你们的课本之内，但是我们会讲到这个。我们今天讲12之2。好，来先看这边。所谓的溶解度，我们是用 S。来做代表，它就是100克的水里面最大溶质的溶解量，这个分母一定是100克的水，这边是最大溶质的溶解量，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叫做溶解度。OK。那我们星期三的时候讲过，溶液里面有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一个叫溶质，一个叫什么？溶剂。溶剂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溶剂来看，没有问题。那当我们用溶解度来做表示的时候，请各位看下面这个式子，溶液的量要怎么来表示？用 S 乘100，是不是这100就消掉了？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呢是溶质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加上呢，应该是加上100。这个呢是溶剂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
这是容质量，这是容剂量，这两个相加就是等于容易的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。有关于溶解度，它会受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影响，这种因素叫做温度。这边只告诉你们一个例外，是硫酸锂。这种东西是随着温度的上升，溶解度是下降，但是会不会考这个？学测可不可能考说哪一个东西会随着温度上升，溶解度下降？白痴才会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没有人会去考那个东西啊。那国中段考可能会考，啊，高中段考都不会考这个东西，那叫小孩子游戏。所以，通常一般来讲，温度上升，溶解度会上升。那100克的水，溶解度上升是代表什么呢？是这个东西上升，对不对？100克的水是不变的，请你注意哦，溶解度上面来讲的话，这100克的水是不变的。当它溶解度上升的时候，是不是分子的量增加？对不对？那既然分子量增加的话，分子的量增加就是这个的量上升，对不对？那温度下降呢？那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东西下降？100克的水还是不变，对不对？可以理解吗？好，这边就在你们的课本上面呢，就讲了一个例子，请你看固体溶解度与温度的关系，它会有一个图。有没有找到那个图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找到那个图的话，你可以看硫酸锂这个东西，它是随着温度下降而下降。通常这种东西并不多哈，在国中的时候是告诉你说什么氢氧化钙，这边告诉你硫酸锂。OK， 没有关系，这个东西没有人去会去管它。但是呢，各位可以看到一个随温度上升，溶解度上升最大的是哪一个 ？KNO3 是什么东西？硝酸钾。硝酸钾。好，硝酸钾这个东西。硝酸钾这个东西，通常来讲，它的工业级的硝酸钾里面都会加5%以下的一种叫做分散剂。为什么要加这种分散剂呢？如果说不加这种分散剂的话，硝酸钾很容易吸潮，然后变成像水泥块一样东西，硬邦邦的，没有不太好使用，所以这种东西呢，就加了一些分散剂进去，它即使说有一些吸潮，它还是一些粉状的物体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那在军事用途上面，我们做黑火药。黑火药有三个主要的东西，其实只有三个哈，一个是硫磺，一个是木炭粉，一个就是硝酸钾。
是你的。你把这三个混在一起就是黑火药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为了要提高黑火药的安定性，因为这个分散剂如果说在这个里面的话，会使这个东西的安定性大幅的降低。安定性降低就表示什么？危险度会上升还是下降？上升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用了一个方法，把硝酸钾溶在水里面。这个分散剂原则上它不太溶于水的啊、哦，不太溶于水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温度把它上升，提高。当它温度上升的时候，它的各位可以看这个曲线，它的溶解度就大幅上升，对不对？几乎到了八十多度的时候，哇，几乎是那个溶解度会非常非常的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东西硝酸钾都已经溶解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过滤，我们先加温。然后趁它的温度高的时候呢，过滤呢就可以把这些分散剂把它过滤掉，然后这些溶液呢就是纯的硝酸钾溶液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降温以后呢，硝酸钾就会再结晶，降温然后再结晶，然后再过滤，这时候呢，纯的硝酸钾就被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个程序，我们叫做洗硝。这样的程序我们叫做洗硝。在大树的兵工厂，这个程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。这一个程序就是利用当温度上升的时候，它的溶质溶解量会大幅的上升，这样的一个原理，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这是有关于溶解度。溶解度原则上只是一个概念，那溶解度跟什么东西最有关系呢？溶解度跟一个东西叫做饱和溶液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这边叫做最大溶质的溶解量，请各位注意这两个字，最大溶质的溶解量，当它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的时候，这一个溶液就叫做饱和溶液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它这一个东西的溶解度是多少的时候，好比说它溶解度是50克，在某一个温度，在 X 度 C 的时候，这一个化合物它的溶解度是50克，就表示说在 X 度 C 的时候，它有50克。可以在100克的水里面，它可以溶解50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叫做溶解度。好，这个时候，它的浓度呢，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讲的重量百分比，溶质还是50克。但是它的溶液重呢是100克的水
加上五十克的化合物，这是它的百分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先分开来，这种东西叫做重量百分比，就是溶质的量除以溶液的量乘上百分之百，这种叫做重量，这边叫做重量，对不对？这边叫做重量，对不对？重量的百分比，原则上我不太习惯后面加浓度两个字，因为这只是一个百分比，跟我们平常用的浓度的观念有一点点的分别，但是只是让各位能够比较容易理解，所以我们用浓度。好比说这个是巧克力，阿华田，可可 OK， 差不多。好，当你泡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在某一个温度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溶解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加太多，如果说你加了过量的话，下面就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物，是不是？也不能加太少，加太少不好喝。好，好，那在这种状况下面，你所加进去的可可粉是不是它的溶质的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可可粉加上水的量就是溶液的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可可粉在这一杯里面它所占的百分比，我们就叫它重量百分比。然后这个时候请你注意，会有这个关系，也就是说这边可以把它写成 S 乘上100加100，对不对？这是溶液量。如果说它是，如果我告诉你说这是饱和溶液的话，就可以这样来表示。这样的表示方法只有一个条件，叫做饱和溶液。不饱和溶液是不能这样表示的。所以任何一个题目，它要把溶解度放进来，在重量百分比里面共同计算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一个先决条件，这个先决条件叫做饱和溶液。了解这意思吗？不是饱和溶液就绝对没有这个条件存在。 OK， 好，好，既然这个是百分比，各位可以看，既然这个是百分比，我们把这个百分比把它稍微调整一下以后，乘上这一个符号就表示说它这边是乘上10^2，对不对？这个符号
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，当容值的量很小的时候，当容值的量很小的时候，那容易的量相对的就会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，一个小一个大，这样子除起来以后，它的小数点就变得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样子表示出来以后呢，那个数字看起来就很奇怪，所以为了使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是那么奇怪，比较好看，所以就发展出来 PPM 跟 PPB 这两个东西，这叫做百万分之一 part per million， 这叫做十亿分之一 part per billion。 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你把容值量用 milligram 来代，容易的量你用公斤 kilogram 来代。如果说都是针对克来讲的话， milligram 等于多少克？一个 milligram 千分之一，非常好，是不是十的负三克？对不对？那一公斤呢？多少克？一千克，那是不是十的三次方克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十的负三除以十的三次方？我相信指数你们都学过，这边就是等于十的负六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吧？好，请问这个克还存在吗？克跟克是不是都消掉了？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好，所以请问 ppm 有没有单位？没有。没有单位。重量百分比有没有单位？有。有。有。那这两个是不是消掉了？没有。所以重量百分比其实就是 ppm， ppm 就是重量百分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当这个很小这个很大的时候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，一个 ppm 就是一乘以十的负六，一乘以十的负六，那一乘以十的负六，请问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说它是什么东西，它就是什么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单位，它只是说在十万的里面，哦，百万的里面，百万分之一嘛，百万的里面的一个叫做 ppm。那如果说用克呢，就是百万克里面的一克，公斤呢，百万个公斤里面的一公斤，那橘子呢，那百万个橘子里面的一个橘子，所以它没有单位，你后面要放什么就是什么。好比说我们讲的瘦肉精，瘦肉精在我们目前的国家法令上面给了四个字，叫做我们国家法令上面给瘦肉精有四个定义，四个字的定义叫做不得检出。不得检出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能放，检测不出来。不得检出是有
只有一个意思，它是几乎已经是绝对的。哇，这一下子就坏了。那美国说，哎，我们的瘦肉精哈，原则上哈，都是在2.5 ppb 以下，但是在我们国家的立场，就是你2.5 ppb 还是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就是不能减，就是不能买，这牵扯到法令问题。好。那 PBB 是什么东西呢？各位看这边，一个 ppm 等于1000的 ppb。好，如果说我们这边讲说，你吃1公斤的牛肉，那1公斤的牛肉里面，你吃到美牛，那请问有多少瘦肉精在里面？一个，乘以2.5乘以10^-9，这是多少克？这边是10^3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乘上2.5，乘上10^9，那这边是不是说是2.5乘上10^-6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2.5乘上10^6克，其实就是。所谓2.5 ppb， 1公斤里面含瘦肉精2.5×10^6克。那请问多还是少？原则啊。但是呢，不得减除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零。即使你吃那么少，国家法令还是。不能减，这是很死的事情，因为这是法律规定。好，你说你吃1公斤的牛肉，1公斤牛肉等于多少盎司？我不太会算啊，但是起码1公斤牛肉好大一块，你大概一餐都吃不完。然后你煮一煮，那瘦肉精还给我忘了。除非你是吃生牛肉，把那1公斤的那个生牛肉整个这样吃下去，那才可能吃到2.5×10^6克。然后呢，2.5×10^6克呢是2.5×10^-3 mg， 对不对？我们光是毫克就已经很小了。那2.5×10^-3 mg 是0.0002。2.5×10^3。也就是说，你用电子天平都不容易称出来。这样的数字用电子天平都称不出来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， ppm 跟 ppb 只是给各位一个概念，告诉你说当溶质量跟溶液量有很大的单位上的差异性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ppm 跟 ppb 来
做这样的一个表示。当我们学分析化学的时候，原则上啊，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分析上面啊，原则上都不用人工的，都是用机器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机器去跑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原则上里面的浓度都希望控制在50 ppm 以下，因为超过50 ppm 这个机器很容易坏掉。那现在的机器呢越来越精细，所以呢它几乎都可以到 ppb 的 一种状况。但是按照我们分析来讲，小于10 ppb 的时候，这个分析结果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存在，因为实在太小啊。就分析化学来看，好，话说回来，第三个呢，其实才是我们在化学剂量上面要去计算，叫做体积末浓度。当我们讲体积末浓度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情是末，这个东西末只是一个概念，只是一个集团的一个概念，也就是说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称它为一个末。那多少呢？是6.02×10^23个东西在一起，我们叫做这个东西有一末，一末的什么数量。好比说一打鸡蛋，你知道那个打有多少个？12个，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13或11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讲摩尔这种概念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好像天大的事情，其实没有啊，它只是给你一个概念，说这个东西呢是有这么多个，那至于说什么东西不管，你往后面加，你往后面加就好。你往后面加橘子就是一摩尔的橘子，你往后面加鞋子就是一摩尔的鞋子，然后你往后面加沙子就是一摩尔的沙子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个，它这是数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摩尔它只是个数量，然后呢，摩尔数就比较讨厌。什么叫做摩尔数呢？是化合物或元素的质量这个单位是什么？我们原则上是用克 ，OK。然后呢，除以什么东西呢？这种东西我们给它一个名词，叫做好。这个名词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？看过。为什么不用原子量或分子量？因为牵扯到什么金属或金属化合物，或者是说什么一般的分子或元素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用矢量。矢量的单位呢是克摩尔。那很多人讲说矢量，
没有单位。OK， 如果说你矢量是没有单位的话，这边就不会有墨数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说矢量没有单位，我也愿意可以接受，但是起码你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矢量的意思就是每墨而有这么多克。起码你在你的观念里面是要有先建立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每墨而有这么多克，所以化合物或元素的质量除以它的矢量的时候，就等于它的墨数啊。有一个问题来了，矢量怎么计算？各成分的原子量的和，我们称为矢量。矢量计算上面有没有问题？好比说我告诉你，我们拿硫酸来讲好了，我告诉你氢是一，硫是32，氧是16，那硫酸的矢量是多少？应该怎么算？应该是两个氢乘上原子量一，加上一个硫乘以32，加上四个氧乘上16，对不对？是不是98？对不对？会这样计算没问题吧？嗯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。好。当我们有这个矢量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摩尔数算出来。那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这边当我们讲体的这个体积，当我们讲体积摩尔浓度的时候，请你注意，这边一定是溶液的体积。体积摩尔浓度，这边一定是溶液的体积，然后呢，这边是溶质的摩尔数。下课是要跟我讲一下，因为我们老师听不到声音。好，国中阶段，老师一定跟你讲，这边一定是砷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请问这边能不能毫升？可以。那毫升的时候这边呢？就要改了。改什么？毫升的话就变1000分。1000分就叫 m。啊对，这边就变成小 m 后面一个大。好哎，好聪明啊！为什么一定要用小 m？ 这是 mini 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。当我们用毫升的时候，你这上面除了这边用这个来表示的话，这个溶质的摩尔数我们就可以写成 millimole， 然后呢 milliliter， 这边还是等于 m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。在很多的化学剂量的计算上面，是直接用毫升在做计算的时候，这边计算出来的是 millimole。OK， 好，这一点你可以理解到就可以了。好，刚刚漏讲一个体积，体积百分比，其实体积百分比很简单啊，
你任何酒，你各位不会喝酒吧？只有他，现在只有他，只有他说，不是我可以喝，不是我有那个，没有，只有他。你可以喝，你酒量好。还没醉过了。还没醉过。我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没醉。以前我酒量不是超好，现在超烂。好，任何酒，你看它上面说几度、几度、几度，就是讲体积百分比。这边是酒精有多少毫升，然后呢，这边呢是酒，整瓶酒有多少毫升，这样的百分比就叫做度。好，我那天有一次喝了一个81度的酒度，这比我们在病房里面消毒的酒精还高。我们在病房里面消毒的是70到75度，结果呢，81度的酒就是大陆的酒。好，柳州那边，我们中国人讲死要死在哪里？柳州，因为柳州的木头好，棺做的棺材，所以说死要死在柳州。我话就没差。好，我话当了。所以，柳木烧的苦。我们讲的酒的度，就是指的体积百分比。啊，体积百分比。好，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节课讲这个。其实你们国中都讲过了，只是老师没告诉你。啊，其实你们国中都讲过了。干嘛？不是很管用。好，11点。正好下课，因为我听到有人弹钢琴。
忘记把录音机关掉了。进去录到现在。